又到周三了，本周被全民星探曝光恋情的是某女郎周冬雨。前阵子阮经天和女友徐伟宁的感情一触礁，周冬雨被传是插足的小三，她斩钉截铁否认。事实上阮经天徐伟宁也没有情变，周冬雨打了回酱油。不过周冬雨的感情生活真的毫无进展吗？全民星探爆料，周冬雨正在热恋中。日前周冬雨与神秘男子同游三亚，两人住的是酒店的独栋别墅。来到三亚，他们不急着去海边游泳，却腻歪在房间里。由于窗帘留了个缝隙，两人被拍到在别墅内的搂抱交缠的亲密镜头，真的是恋情呼之欲出了。窗帘也再度被众人调侃立功了。据悉与周冬雨同行的男子是他的大学同学田明星，被指是富二代。首尾照例赋诗调侃：今天不见鹊桥娇，夜卧海角听惊涛，同窗秋水千遍故，山楂已熟弄风骚。有网友觉得周冬雨早已不是山楂树里的静秋了，度个假谈个恋爱都很正常，没必要大惊小怪的。夜色新闻中心，上海报道。